日前公布新冠疫苗 mRNA-1273 的三期临床第一次中期分析数据，该临床共在美国入组了30,000人。第一次中期分析数据显示，该疫苗的保护效力达到了 94.5%，P 小于 0.0001。该指标基于共95个病例的发生，其中安慰剂组发生了90个病例，试验组发生了5个病例。随着挖掘重要的比对资讯，市场普遍认为 Moderna 新冠疫苗较辉瑞 BioNTech 优势显著，拖累国内合作伙伴复星医药的港股 A 股股价下跌。具体来看，一有效性 Moderna 新冠疫苗有效性达到 94.5%， 高于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的 90%。 二、保存条件 Moderna 疫苗2-5可以保存30天，-20可以保存6个月，室温下可以保存12个小时。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-76可以保存6个月。三、提交 EUA 差不多 ，Moderna 计划接下来几周向 FDA 提交 EUA。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也是11月底前。四、产能 ，Moderna 新冠疫苗2020年可以生产2000万剂次产品，2021年可以生产5亿至10亿剂次。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2020年生产5000万剂次产品，2021年可以生产13亿剂次。五、临床样本量 ，Moderna 是30,000 ，BioNTech 为4.4万。六、不良反应，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没有公布数据。Moderna 公布有3级以上不良反应，第一针概率2%。随着月底提交 EUA， 相信更多资讯的披露，将给疫苗带来更多股价走势的不确定性。且我们认为，国储的行为将抑制企业的每一针的定价。就如辉瑞早前表示，美国公民可以免费接种疫苗，因此其他疫苗的盈利空间有限。我们认为，根据疫苗的出台时间来操作经济复苏题材的个股更具操作性，以航运股、航空股、建材周期股等为主。